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ED Basic Research， 我是友俊。现在呢，就来到了 Penang 的中山小学，因为要采访等一下的移交模拟支票仪式。现在学生的福利不错啊，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哦，大数的周会、集会、汇报会、讲座会都是坐地上啊。这里的小学生还有小凳子坐啊，看到自己的小学生很有秩序的，一进到来这里哦，就每个人排队拿一张小凳子，根据自己的班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差不多要开始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晋级移交支票的仪式。今天这场节目最主要是要采访吴金商、准纳多、王水佑，为了回馈社会和维护华教，捐助 Penang Bang Lepas 中山小学100,000令吉作为建校基金。左边的呢就是中山小学的董事长陈来廷正在赠送感谢状给右边的，就是准纳多王水佑。来听听看同学们有什么东西说吧。除了拍摄仪式上的照片之外，也需要拍一下这里的上课的情况啦，学校里面的环境啦，以配合新闻报道还有编辑工作。拍一下刚好就到了学生放学的时间了，这种时候就要多拍一些照片来做档案照了，因为平常的时候要进来学校拍照其实是不容易的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不要忘记 subscribe 订阅 ED Basic Research 的 YouTube 频道，还记得 follow ED Basic Research 的 Facebook page 还有 Instagram 哦，还有记得关注 ED Basic Research 的 TikTok 还有抖音账号哦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